领命日牛四天陪你祈祷，建立好的习惯。咱先来共读上帝话语，诗篇139篇13到15节。我的喜福拢是你所做的，当当我伫妈妈的腹肚内底，你已经庇荫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受创造这个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也是奇妙，这是我心内底深深知影的。我伫暗中受创造，伫地的深处甲你连结，迄当阵那我的形体无向你温存。马太福音11:28，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会当来到我遮，我就予恁得到安息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创造万物，赐予我生命的气息啊！你的心意是这样尔美好。过去我常常想到我爱做工课，所以忽略着咱心灵的需要。今嘛，我要将我的脚步放下慢，我让我的身体、心灵，还有灵魂，拢来得到安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建立较好的生活习惯，在身体方面，早来睡，早来爬起来，有运动适合家己的，还有食物爱平均。在心灵方面，我爱放下无好的念头，正面来思考，积极乐观。在熟练的方面，每一天拢来祈祷，定期读圣经，常常甲兄弟姊妹做伙，也求你来帮助我，通来保持这个习惯，未来享受健康的晚年的生活，并且甲你保持亲密的关系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愿主耶稣引带你，为着家己各有所爱的人来祈祷，也愿圣神亲身用讲不出的祷告来替您祈祷。